参展仪式今天下午4点钟在警务处大礼堂举行。内政部长林军生分别以一等三级警察奖章一个，颁赠给美国空军特别调查组组长谭波准将，以及以二等二级警察奖章一个，颁赠给美国空军调查组处长罗顿中校。林部长在颁奖以后接着致辞，对谭波准将和罗顿中校在我国的服务期间，对促进手足和我国警察人员的合作，以及增进两国建立友谊贡献良多，表示赞扬。